哇，还有这么大的大鼓，这套设备很酷哦。哇，这个牌面好大啊！不要怀疑他们的鼓会怎么样，大鼓。好，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制作人。哇，重量出来了。 舞台的呈现是挺炸的，但是他那个山歌绝对是个败笔，是个 bug。那是你个人理解哈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